们感谢你，软弱的你加能力，疲乏的你加力量，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感谢你指引我们当行的路，当做的事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。让我们献上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Thank you.
看到甲听，我们当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身边来敬拜，无论你，求主你的信心放三个伫咧，在真切的心受的每一个所在，但是用心为我们去，你听你的话语，我今日真欢喜，有我们听见的与我书来敬拜，求主你的信心带三个伫咧，出于有你遐来的地位。